大家好，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，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《超级材料革命》节目，主要内容包括：一、气候之盾，抗风暴材料的未来防护；二、隐形之翼，隐形飞行器材料的科技突破；三、智能之网，互联材料的未来生活新方式。那么，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气候之盾，抗风暴材料的未来防护。各位同学，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气候之盾，抗风暴材料的未来防护。听起来像是超级英雄的名字，对吧？其实，这个话题比你想象的要严肃得多，但我们也可以用一点幽默来调剂一下。首先，大家都知道，气候变化就像是那位不请自来的客人，带着狂风暴雨和极端天气闯入我们的生活。为了应对这些气候入侵者，科学家们正在研发各种抗风暴材料，试图为我们的建筑、基础设施，甚至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保护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的房子能像超级英雄一样，穿上一层气候之盾，那该多好！这些材料不仅要坚固耐用，还要轻便灵活，甚至能自我修复。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里的情节，但实际上，科学家们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。比如，有一种新型的复合材料，采用了纳米技术，能够在风暴来临时自动增强其强度。就像是你在健身房里，突然发现自己能举起更重的哑铃一样，材料在关键时刻变身，为我们抵挡风暴的侵袭。再说说智能材料，它们就像是建筑界的变形金刚。这些材料能够感知环境变化，并根据需要调整自己的特性。比如，当风速达到一定程度时，它们会变得更加坚固，仿佛在说：“来吧，风暴，我不怕你。”当然，研发这些材料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。科学家们常常会遇到各种挑战，就像是试图教一只猫去游泳一样困难。材料的成本、可持续性以及实际应用等问题都需要他们不断的探索和创新。最后，我想用一个小故事来结束今天的分享。曾经有一位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试图研发一种新型的抗风暴材料。他的助手问他，如果这个材料真的能抵挡风暴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它来做雨伞？科学家笑着回答，当然可以，但我更希望它能保护我们的房子，而不是让我们在风暴中变成人肉雨伞。所以，亲爱的同学们，未来的抗风暴材料不仅是科技的结晶，更是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希望。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些气候之盾能够早日问世，保护我们的家园，抵御风暴的侵袭。谢谢大家。谢谢小六子的介绍，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隐形之翼、隐形飞行器材料的科技突破。各位同学，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隐形之翼、隐形飞行器材料的科技突破。听起来是不是像是科幻电影的情节？其实，这个话题不仅仅是科幻，而是现代科技的前沿领域。首先，让我们从隐形飞行器的基本概念说起。隐形飞行器，顾名思义，就是那些能够在雷达上消失的飞行器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在空中飞行，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隐形人，那种感觉一定很酷吧？不过，隐形飞行器的隐形并不是靠魔法，而是依赖于一些高科技材料和设计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，科学家们在隐形材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突破，最著名的莫过于超材料。这些材料的结构设计使得它们能够操控电磁波的传播，达到隐形的效果，就像是给飞行器穿上了一件隐形斗篷，真是让人想起《哈利·波特》的魔法世界。不过，隐形飞行器的材料不仅仅是为了隐形，它们还需要具备轻量化、高强度和耐高温等特性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的隐形飞行器在飞行过程中突然变得像一块铅一样沉重，那可就尴尬了。所以，科学家们在研发新材料时，常常要像厨师调配菜肴一样，精确控制各种成分的比例。有趣的是，隐形飞行器的材料研究也引发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应用。例如，某些隐形材料的技术被应用到了建筑领域，帮助建筑物抵御雷达探测，甚至在军事上保护重要设施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的家也能隐形，那邻居们可就再也找不到你了，哈哈。当然，隐形飞行器的技术并不是没有挑战，比如如何在保持隐形的同时，确保飞行器的性能和安全性。这就像是你在参加一场隐形比赛，既要隐形又要跑得快，真是难上加难。总之，隐形飞行器的材料科技突破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科技的无限可能，也让我们对科学的探索充满了期待。希望有一天，我们都能在天空中自由飞翔，享受那种隐形的乐趣。谢谢大家。
谢谢小六子的介绍，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智能织网互联材料的未来生活新方式。各位同学，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智能织网互联材料的未来生活新方式，听起来是不是很高大上？别担心，我会用幽默的方式让你们轻松理解。首先，什么是智能织网？简单来说，它就是将各种材料和设备通过互联网连接起来，使它们能够相互交流、协作，甚至自我学习。想象一下，你的衣服不仅能遮风挡雨，还能根据天气变化自动调节温度，甚至在你出门前提醒你带伞，这可比你妈还贴心。在这个智能织网的世界里，材料不再是死板的物体，而是充满了生命的智能伙伴。比如，科学家们正在研发一种自愈材料，它们就像超级英雄一样，能够在受伤后自动修复。想象一下，你的手机屏幕摔了，结果它自己就愈合了，简直是科技界的复仇者联盟。当然，智能材料的应用不仅限于个人生活。想象一下，未来的建筑物会是怎样的？它们可能会根据外部环境自动调节光线和温度，甚至在你走进房间时，灯光会自动亮起，仿佛在说，欢迎回家，主人。这时候，你可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住进了星际迷航的宇宙飞船。不过，智能织网的未来生活也并非没有挑战。比如，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的智能冰箱突然决定罢工，不再为你提供食物，那可真是个大麻烦。而且，随着越来越多的设备连接到互联网，网络安全问题也变得愈发重要。我们可不想让黑客入侵我们的智能家居，结果他们在我们的冰箱里开派对，吃掉我们所有的食物。总之，智能织网将为我们的生活带来许多便利和乐趣，但同时也需要我们保持警惕。未来的生活就像一场科技的冒险，充满了未知和惊喜。希望大家在这条探索之路上能够保持好奇心和幽默感，毕竟生活本来就应该是有趣的，不是吗？谢谢大家，希望你们能在未来的智能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智能伙伴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。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几个与未来科技息息相关的话题，包括气候之盾、抗风暴材料的未来防护、隐形织翼、隐形飞行器材料的科技突破，以及智能织网、互联材料的未来生活新方式。这些主题听起来都很酷炫，不是吗？总的来说，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材料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，从能够抵御风暴的材料，到让飞行器隐形的超材料，再到为我们生活提供便利的智能材料，这些科技创新不仅增强了我们的生活质量，还让我们对未来充满期待。深入分析一下，抗风暴材料的研发不仅是对气候变化的应对，也是建筑安全的保障。而隐形飞行器的技术突破，则让我们看到了军事与民用科技的未来交融。而智能织网的概念完全颠覆了我们对材料的传统认知，让它们变得更加智能和互动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中的挑战，比如成本、性能以及网络安全等问题。想象一下，当你买了一款智能冰箱，却发现它的智慧让它拒绝为你提供冰淇淋，那简直是让人哭笑不得的科技难题。所以，各位同学，面对这些科技的变革，我们需要以开放的心态去迎接它们的来临。生活本来就应该充满乐趣和惊喜，而科技正是让我们生活更有趣的调味剂。在这里，我也诚挚地邀请大家参与讨论，分享你们的观点和想法。你们对这些未来科技有什么样的看法？有没有想过他们可能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变化？欢迎留言提问，让我们一起畅谈未来科技的无限可能。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，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、科学家、工程技术人员编纂、设计、制作。但是，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。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，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给我们节目点赞。Take a flight, learn about the stars and see. Everything is here for me. Flip the pages one by one. Knowledge under the sun. From dinosaurs to galaxies, a world of endless mysteries. Encyclopedia, yeah. Facts and fun all day.
Science full of mystery.